你好，我是小高。大家刚知影这个物件，就是会敢若加油棒迄种物件。啊，这呢，只要你甲一个竖杠插落这个空内底，哦，佮分风。哦，就变加油棒了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足奇怪就是，为甚物我是为啥吹入去的？安怎哩？风拢袂走出来，吼、哦，因为干来上入去袂当出来吗？我用竖的竖看卖，好落甲空气竖出来，无效呢。奈安尼，所以我想讲，我来甲伊加开看卖。所以伊内底是一个安尼一个塑胶落啊，像我刚刚拄啊好一个竖杠的空会当入去，所以安尼空气就袂走出来，我只插入去。所以我吹伊就会当倒空气出入去，啊我无吹以后伊就关起来咯，伊就家己关起来。我感觉心里拢足巧的。欸，伊落一粒仔呢。所以讲这边互伊消防呢，阮就是甲这深到内底，放到最内底、最内底、最内底、最内底，哦，撑过去。哦，就会当放风出来。哦，你会使看，咱就消风啊。哦，哇，消风啊。好，我拄啊摕着即只只，我想当创啥物？这是我之前做的史莱姆，我把它包进去，放在里面，我喜欢。哦，太光了，我有点暗了。好，今日影片就到这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每个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拢有新的影片。想要看更多的影片，会记得给我订阅下去。好啦，再会。